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 Dr. T aka 汤老师。今天非常的兴奋，因为你们都知道呢，新的一年就是要来一个新的玩具。然后我每一次呢要买新车的时候，都一定会先看很多车子，以后再决定哪一台是我最喜欢最中意的。那么呢，再次的邀请所有的同学所有的观众呢，跟我一起参与这个买车的过程，好不好？那今天呢，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很想成为大牛的车主。那我过去也开了非常多的大牛，讲到兰博基尼呢，其实呢我也有心目中的几台理想的车款，好不好？刚刚不小心透露了大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呢非常开心呢，可以直接来到我们西雅图最有名的兰博基尼的 dealership， 我现在就带你们来看一下。在我们影片继续之前呢，让我再次的为你们推荐一下，广告一下我们最新的产品。没错，你太近了，靠北。宣传一下我们自己夏天所发行的这个短裤，我们呢这次短裤呢就叫做你的骚气男朋友，或者是糖果爸爸系列。那今天呢，我穿的这一件呢叫做异变斑马的配色。我们先来 model 一下，你看有这么棒的这种背景，然后搭配我这个裤子。来，你如果买这个裤子，就有机会抽到一台保时捷的918。没有，看一下，看一下，这一台车子很贵，好不好？我之前其实有开过，也有在我的频道有介绍过。那如果没有看过我们这一台车子的介绍呢，记得去看我们以前的影片。但是呢，再次强调一次，我们呢这一次呢所发行的这个短裤有三个配色定起来，因为这一次的裤子，你看我们这个材质为什么有做这种网状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这个很排汗。然后如果说你的皮肤有流汗的话，它不会黏黏的，好不好？快点去预购。然后我们的预购连结呢，在我们影片下面的叙述栏有。基本上呢，我们现在呢进来了这一个 dealership， 就是我们西雅图的 Lamborghini 的 dealership。那这边呢，不只有卖我们的 Lamborghini 以外呢，也有卖迈拉伦，我们的 McLaren， 也有卖我们的劳斯莱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那除了这两个品牌以外呢，当然呢还有我们的 Bentley 哦，宾利也是呢我们这一个 dealership 的其中一个代理品牌。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一走进来这个 dealership 就闻到一个很多钱的味道。然后这边就有一台劳斯莱斯的 Dawn， Dawn 真的是一台非常漂亮的车子。我们就看一下整个车子的这种皮质，还有就是木头，这个是实木，很爽啊，因为呢就算你买不起，至少我们摸得起，对不对？讲到劳斯莱斯哦，这边呢其实呢它就有一个这样子客制化的房间，给我们这些哦 VVIP， 他们可以透过这个房间去选择你想要的材质、车色的样品版。Danny， which color do you think it fits on my Rolls Royce if I ever get one？ 这个吗？这个我觉得有点像那个鲍鱼舌头的 tongue， yeah， I like the color actually， it has that Bordeaux， right？ That the next one， I think this is more Bordeaux， 有点那种红酒的味道。我觉得这个也很骚，这个也超骚哦，紫色 definitely 非常非常的骚。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呢，我们的整个劳斯莱斯的这一个空间呢，还有展示所有的车线，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非常酷，可以给你一个参考值，那也可以跟着这边的销售员一起定制一台你心目中最理想的劳斯莱斯。讲到劳斯莱斯，我们最近有一个很屌的企划，到时候呢我们也会跟我们的这一个经销商呢来做一个很酷的配合，好不好？那现在呢讲到我们这一个经销商，我最喜欢的一个 section 就是这里，兰博基尼。我跟你说，每一个男人的梦想呢，在一生当中呢，除了要拥有一台大 G， 当然另外一个梦想呢，就是要拥有一台兰博基尼。那我自己个人呢，是比较属于牛派的，对马就是还好，但是马也是很帅啊，好不好？我最喜欢的就是牛，因为呢，我小时候呢，看到一台牛，从那个年代开始，我就爱上了这个品牌。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一下，不过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台。这一台绝对是我现在最理想的一个颜色，因为呢，讲到 Lamborghini 呢，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大牛。那讲到大牛呢，除了这个 V12 的引擎，这种咆哮声，这种有如 F1 的这种声音以外，你看这整台车子的 setup， 这种橄榄金，有没有橄榄金的颜色？加上这个古铜色的钢圈，天哪，这真的太漂亮了。那我刚刚其实一进来他们的 dealership 的时候，就先问这一台，我马上就直接问这一台。那这一台呢，基本上呢，他们现在是有在卖的。然后呢，价钱的部分呢，我们的刚刚 Angela 也说，老板跟我是好朋友，所以如果我有兴趣的话，这一台绝对可以谈到一个不错的价钱。再加上呢，这台是兰博基尼 Roadster 更少哦， Roadster 更少，所以呢，这台车子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今天不行试开的原因是因为你看，现在这一台它放的位置呢，基本上如果要把它移出来挪出来，这全部都要移出去，很
大的一个工程，好不好？所以呢，这一台我们下次再来拍。V12 的大牛是我其中一台非常中意的车子，也希望呢，在未来呢可以拥有它，好不好？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会这么的喜欢大牛，不是因为这台车子，这台车子呢，基本上呢复刻版的。那如果呢对车子有了解的朋友们呢，都知道呢，这台车子呢就是在仿造我们80年代最经典的一台兰博基尼，没错，也就是我们的 Countach。那这一台呢，基本上是我们2022年的 Countach， 全世界只有112台，然后有802匹的马力。来来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内装是全白的，然后全世界哦只有2台这样子的颜色，也就是呢白的外漆跟白色的内装，一台呢在美国的迈阿密，然后一台在我们西雅图这边。我们新款的 Countach 其实呢，它说破了就是一台 Aventador， 但是呢它是用 Aventador 的整个这一种精神，然后再将它整个结构还有就是外表重新的设计。你看后面的这个车灯，想到哪一台车？没错，也就是我们的 Sian， 对不对？那 Sian 也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 Lamborghini 的梦想级的车款。这个离我太遥远， Aventador 现在离我比较近，所以我还是把我的整个专注力放在我们的 Aventador。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下，虽然买不起，还是做一下好不好？我跟你讲，全世界有多少人可以有机会做到一台全世界只有112台的 Countach。 这一台车呢，基本上因为现在停得太里面，要不然今天其实我们也有机会将它开出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办法坐进来，这个感觉就已经很棒了。这一台现在在我们的 Lamborghini Bellevue 这边它是有在卖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 Moolah， 这台车子非常的经典，有在卖，自己打电话来问一下，因为我们也不便把这个真正的价钱哦，实际的价钱透露，在台湾就是破亿的，好不好？没有钱买得起也做得到，开心。好啦，那我们现在装逼完了，还是要把这个恢复原状。好，那像我刚刚跟你们讲的，我们这个 dealership 呢，它有 Lamborghini， 它有 Rolls Royce， 当然也有非常有名的超级跑车品牌，也就是我们的迈拉伦。讲到迈拉伦，他们这边有一台非常非常扯、非常非常稀有的一台迈拉伦，然后我先不跟大家说是什么车，下次呢，我们也是有机会呢，会把它开出来。我本身对迈拉伦这个品牌还好，但是呢，有一台迈拉伦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呢，透过我们今天的老板，还有就是说我们的窗口的允许之下，我们下次呢会来拍那一台我梦想中非常想开的迈拉伦。讲到迈拉伦呢，这也是其中一个你可以客制的一个品牌，所以呢，同学们，如果你想要买一台迈拉伦，然后呢又想要客制做出一个你心目中的样子，来这边就对了，好不好？然后现在走过来这边，哇、，Bentley， 以前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Bentley 这个品牌，而且呢，讲到 Bentley 呢，基本上呢，在2000年初的时候 ，Bentley 是所有政商名流非常高贵的这些人呢，他们一定会很喜欢的一个品牌。那么呢，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 Bentley 呢，就是我们的 Continental GT，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新的版本，好漂亮哦 ！This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luxury。你看这个灯，哇塞！讲到 Bentley， 这也是其中一个你可以客制化。那这边呢也有客制化的这个区域，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你想要客制一台你心目中想要的这个 Bentley 的款式呢，这边除了车色以外，我们的内装全部都可以去选配，非常非常的漂亮。这边就是我们 Lamborghini dealership 这边的 used car， 也就是二手车的展示空间。就算是二手车也非常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台我也很喜欢的小牛 STO 版本。你看这一台，你看一下这一台，整台车子的车身全部都是 carbon fiber， 这真的是非常的稀有。那这边呢，我们也有看到一台我们的488，然后我们的 Pista， 好不好？小牛、大牛，还有我们的法拉利系列 F8， 还有我们的 SF。然后现在我们进来另外一个他们二手车的展示间，但是不想给你们看太多，因为呢里面有3台车子是我未来呢会直接透过我们的这个经销商呢来去试开一下。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要跟你 reveal 太多。买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售后服务，对不对？那你看一下我们的兰博基尼的这一个 dealership 呢，它基本上有一条龙的服务。比如说你车子如果需要保养，还是说真的车子就有意外的话，这边全部都有一条龙的服务，这也是一个来这边买车的其中一个理由，好不好？今天透过 dealership， It's a Lamborghini Urcon STO. STO 真的是一台非常经典的车子哦。STO 的整个 Aero， 整个的这套套件真的是非常的变态。其实我也觉得 STO 是在我的预算以内啦，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拥有一台大牛，还是要走 V12。那我们今天也非常开心呢，可以透过我们的 Lamborghini 呢来开一下 STO。STO 我还没开过，好，我们先发动一下哈，来哦，直接开始哦。
All right, get in the car. 不过呢，再次强调一次，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Lamborghini 的窗口，也就是我们的 Angela， 还有我们 Lamborghini Bellevue 呢，非常的大方，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开到这个车子。我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未来呢会测试几台我真正很想买的车子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